版裙子版来的，对，裙子的，它的布，它的颜色跟它的布料就是很高级那种，很有质感的。然后我身上的是粉红色，它的裙摆就是直筒的，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很修身的。像如果我上面是搭这种比较宽松的上衣，下面就是搭这种窄裙，我觉得看起来是很瘦的，然后比例是好的。它的布肚子的地方是瑜伽腰的，所以它的弹性超好，而且阿朱玛家就不用担心你会穿得不舒服，完全不会，超舒服。怀孕就是要选阿朱玛家的，80公斤以下都可以穿。对，你看它有多，它的弹性有多好，而且它不是只有上面弹，它连这个车线都有弹，然后底下的裙子也都有弹，所以怀孕的妈咪穿一定是最舒服的。然后它的长度大概就在小腿肚的一半这样，它肯定是有弹性的哦，所以你看它的时候就是上下车会卡住。对，不会不会，它真的弹性超好的，没错。你只要跨几个开都可以，你只要张几个开都可以。这个我们有卖过宽裤的，然后这次是裙子版本，裙子版本，然后它是有点那种丝光料子，很美哦，它是有点亮亮的丝光料子，然后有两个颜色，有两个颜色，有四个颜色，有蓝色、黑色、粉色跟香槟色。来，这个是香槟色，这款是香槟色，然后刚刚青燕穿的是粉色，然后还有这两个颜色，有四个颜色，这是深蓝。然后这个是黑色，黑色。你产后，因为你没肚子会掉下来，不会啊。珠宝那个布料都选得很好，你怎么拉怎么穿，你肚子再怎样大，你产后洗一洗，它布又缩回来。没错，对，它又可以继续穿了。你穿起来这样也，它跳它也不会掉下来。你的肚子是真的可以呼吸的、哦，对，非常舒服。你真的没有穿过珠宝家的孕妇裤？对，你要说你穿过孕妇裤，真的。